桥屯镇公所科长林炯清遭酒驾撞死，四个孩子在父亲灵堂泣不成声，实在无法接受爸爸在父亲节当天离开人世。好不容易的把孩子都养这么大，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敬佩的一个优秀的公务人员。林炯清54岁，一肩扛起家里的财务支出，有四个小孩，其中一个还在就读大学，老父亲也高龄87岁了。没想到他7号和这名代表陈家才参加完公所父亲节活动，骑机车回家，被喝懵的男子开车撞上，当下附近洗车场员工听见巨响，二话不说飞奔马路查看。问两个人的意识，但是只有其中一位有意识而已。安全帽喷飞，衬衫血迹斑斑，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就是科长。头部重创，流了大滩血迹。那不幸，该名伤患仍然无法救回。27岁卢姓男子肇事逃逸，疑似心虚，40分钟后才在家人陪同下回到车祸现场。他从事桶装水生意，当天和朋友去夜市吃饭喝酒，返家后凌晨又开车外出买宵夜，结果不慎酒力酒驾撞死人。警方一测酒测值0.56，将依公司致死、公共危险罪以及肇事逃逸啊。死亡的科长平时热心公益，从国姓乡村干事做起，高考往上升，做过桥屯镇公所秘书、清洁队长，脸书上可以看到和太太的合照。原本打算明年就要退休，没想到竟在父亲节当天遇死劫。不过案情经医院抽血检验，突然大逆转，死者也有酒精反应，其实镇代表陈家才酒精浓度也超标，双方皆是酒驾酿祸，将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记者曾伟翔、陈广来、谢云珍南投采访报道。